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Winsucker 足球教室。那最近呢比较少哦，跟大家面对面的聊一些东西。最近呢常带 Winsucker 的足球小将出去交流，在此呢也非常感谢说跟这些小朋友交流过的队伍，透过交流过程当中呢，让他们学习跟成长很多。那跟我们交流过的队伍呢，相信都会发现我们小朋友从守门员开始发球的时候，大多把球传给旁边的队友，让队友盘带上去，或是透过传球哦，建立攻击上去。虽然最安全的方式可能就是直接往前丢，或是说大脚往前踢。那我的用意呢，主要是希望小朋友从小开始能够习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可以在自己方的后场做持球、做控球。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大概两年前去日本海外演习的时候，那有一幕的画面非常深刻。就是说小朋友从后场开始做持控球，虽然可能一次两次球被截走，但是还是坚持从后场开始持球控球，后来就是能够突破到前面。当然我们都知道足球原则就是如果可以突破，如果可以射门的话，当然是最优先的考量。所以最快的方式把球送到最前方队友的脚下，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但是这个跟无条件的把球往前踢，那其实不太一样。其实纵观我们台湾现在从基层以至于到成人队其实这个部分呢都是必须要面对跟解决的问题。所以希望从小开始就帮这些小选手们呢培养这样子的能力。那从小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长大后再要求他的时候他也才能够做出来。那有人问说，小朋友用这种方式做尽力攻击，会不会比较容易失误或是被直接得分？那其实呢确实比较容易，但是呢这个部分也是我的教学理念，就是希望小朋友从错误当中去学习。与其你跟他讲，你灌输他不如他去尝试一次两次三次之后，那他就可以了解又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影片咯。那这边准备了两段影片，第一段是之前去日本海外演习的小朋友的画面，那第二段影片呢是我们最近Winsucker的足球小将出去比赛的画面。ゴールに向かって。